就是我父亲是养子，我大伯二伯啊，就是子孙念书，他我父亲念九年书，结果呢，我要念书，其实他也不是说不可能，我已经后来怎样，我是假如是念是台湾第一届初中，刚好我们万五一六年级。哎，好吧，老板错，老板错。你那个什么？你那个量？啊，量不一样，装进去。你那个量？量就不一样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太对了。他每天的。啊，每天的。每天的，有时候一天也来点。邻居啊。邻居啊。其实我父亲呢，他一生当中哈、哦，几十年就为了工作，村长、保证啊、村长啊、乡民代表，因为一件事，他那么几十年，哎，一生的这个家，我14岁毕业就开始住下田啊，做田啊，下田田园社，一直做做做。做到哎，18岁，就39年，我们就有第一个工程师，就种米啊、打米啊、种金菇啊，金菇跟金米啊，啊，金菇买啊，还跟金米，啊，金米买金米瓜啊。嗯，到晚，你那两斤哦，啊，你来病，多久了哈？没有休息，心也肥哈。但是这个人就二一的，自己在叹气，啊，说，可是我不让念，那时候我已经。下面是两个妹妹来念，连我都不会了。看你天天跑啊，音乐的东西，看不了。不是我不让你，实在话我都会谈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有再讲几声。他我说我念九年书，我用毛笔抄的小说的，抄了8本。用毛笔去抄，帮人家借过来去怎么抄？这样鼓励是不是我？好，我也决定，我也准备3年，我也抄8本，我照样我也这样用毛笔抄。这个当中还有利益过程，什么利益？我照顾对方，任何一本书都不会讲国语哈。那些主持人都还有民众不喜欢，头一年是一间啊，第二年两间啊，第三年两间啊，三间啊，对，我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那时候没电灯哎、啊，没有、啊，没有电灯哦，又没有，又没有，我哪有那个煤油灯哦，有反射的那个煤油灯好大，你是吗？你不能说让不好，我天天在。他好像没剩，后面人工跑的都在灭了，还没办法嘛，因为没瓦斯灯，瓦斯那里种一点点小瓦斯呢，啊，掉点来起火吧，啊，很怕哈。接近初级、中级、高级3年，到了第3年，哎，听说有细电池的，是吧？细电池，细电发的，发的，还有发的，发的嘛，什么两万多，两万一点几，啊，哎，这个电啊，电池这么大一点点，一点能4-5%啊，我懂。这样扣苦哦，就把这种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。到了第20岁就完成这个哈，当中我自己还抄，有空就抄，就练习毛笔字啊。到了21岁的年月初八当兵了，第4级普通兵。不回通，普通兵第4级普通兵，在台中组织统一第2天啊。
那时候我刚好陆地时代，我父亲当保证，我死掉，我死死不掉，我都感觉不能死啊哈，也搬走搬去，因为大伯父跟二伯的台灯做那重点啊，是用七甲多兰，就用一甲多给我父亲做了一年大恭喜。刚好那个土城国小，土城国小要进竹子坑啊，那个中立，土城国小，我听说台东县现在数一数二大国小，就一年级就三十几班，它也跟公立之间那边的。哦，人口，我以前进来就是从大理桥到草湖桥这个中间哈、这个三家人。现在不但这个提纲那一年，版本版哈，旁边的很多后面的那个小道哈、都是他们建筑物啊。到土城国小那已经有土城路啊，什么路啊哈、现在有人跨路直接到竹子，那通通都是房子的，就是这样改变很快，几十年。我那个调回来，我回来是五年级，本来我是在新开国小里，因为我父亲自己当保证啊，他就又是支起来新开国小，从南国国小分校新开，那这个丽林国小是当乡官府也当乡民代表是国才分校，又从新开分校过来，那分校过来这个学生到最高点刚好十二班，啊，那十二班以后就慢慢的民国大概五十多年以后就有。1959年，我记得1949年，就是农会有参加这个农会农业推广教育啊，说有家庭计划啊，一个两个家庭好，一个不嫌少啊，有这一计划啊。那时候49年，49年，结果我是乡辅导部，结果坐下一看我才28岁。他们都是各机关首长、乡民代表哈、代表或主席啊、乡长啊，还有主任啊、农校校长啊、总干事啊、理事长，他们坐下来，他们就是长辈啊。其实讲明白一点，真正农业我才了解，做农我才了解，农业基本专业。那时候我是兼农事研究班长啊，还有地理指导员啊，就是事件会啊，我们村里面就这样搞的啊，这样机器人来做。然后看到这个温先生什么模范父亲，我就说以前他那个就是这么胖的大一个，对呀、木头做的。有可能是人家让我啊。真的是模范父亲啊！有一次就是乡长啊，乡长跟我大儿子是同学，我是同学。他有一次在那个山上有圣火宫碰到我，说：“哎，主持人联系。”文化空间就是那个苗栗县人气出现的影响，然后不拍写啊，对，我怎么会？好，你儿子博士毕业的帮你拍写，我很感动。有可能人家烂过了。哎，农夫父亲比较少听说哈，因为比较早睡，对，有，模范母亲比较多，这个父亲那个母亲，那我们模范母亲，对，妈妈，模范母亲，哎，今年的模范母亲，今年的，我妈妈也是啊，我妈妈十年前，我妈妈比我爸爸早。后来他是18年前那个洋装文教基金会推进了台北市表扬过来，我刚刚就说这次是推掉，一直推。他说那个里长也讲，他说不要了，找别人了。我爷爷里长
村长一面要报名乡公所，他乡公所有评审委员，他平时也他认为这个该啊送一位去县政府代表代表乡的啊，他经过评审委员，评审委员送的资料你再送去县政府，县政府也有评审委员，假如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啊，他就把他打掉，他就是他给你鼓励这样子。八年前那个台北市长是赵少康啊，赵少康好凉的。他小儿子是中原，他大姐也是中原，是物理系，所以说他物理系他是这个对这个数学方面哈、啊，微积分呢比较强，所以说他这考数学。儿子是这样的，比我都比我高啊，老大跟我差不多，老大就是170多，就179，头顶都一样，标这个标标志差不多，这个也有经过登记的商标，商标注册商标专利。啊，动动有钱也买不到，啊，不要也顶不掉。啊，现在五万块里面讲了啊。大概我自己介绍一下，其实我农工商工啊，在民国五十。55年左右，我记得。你好，你好，姐姐，姐姐呢？要做农药。哦，做农药。农药都是新农药，都是要聘请啊。嗯。那边那个嘛。激素。你看姐姐。激素。妈妈在那边。因为他们来的分工有外务跟大地啊，和地就一样，他就是空军基地。我大弟弟我爷爷妈就是他19岁毕业就出考去这个学，第二年20岁高考，他比我们一开始教书，在那个农农养啊，农养的毕业之后，所以温先生平常也不抽烟不喝酒哈，不抽烟，你不抽烟的，坦白讲。他抽烟嘛，我爸爸喊，所以这辈子在家，啊，他是属于做香茅，做自己做香茅，对香茅，香茅哈，香茅，我们苗栗这边也是香茅，产量很多，做香茅哈，自己有自己工厂啊，自己嘛，哦，我自己有家，不准嘛，我在我大啊，让我妹妹在家，嗯，那是的，他现在比较大。超市，对，这样子啊。那时候也还有是那个方子嘛。对啊，人家说那个香茅要多少才能提一点？对对对，正经的正经说了一点点语。对啊。好，要多少才？哦，这个有些人讲也讲不出来。香茅是树啊，草啊，是草，像香茅，像牛吃的那样的。香茅现在木芒草，芒草一样，那它也香，多的哈。假如哈土地比较肥的哈，种起来哈，它会很长的。哦。你要直接去剥，剥了它干，干了以后呢，倒回来，倒回来，那叫蒸馏，啊，蒸馏出来，啊，这里是蒸馏是有气跟水啊，出来之后才分的，油就比较轻啊，水就比较重，啊，嗯，它也一个那个小品种，它蒸馏出来之后，自然那个水就往下流，啊，油就往上面。
时间，我们这个这里也有几个要求，一天要放四次啊、这个笼子，这个拱墙主力啊，中间的错人。